停，我要回家喽。张蕊撩，张蕊撩。大家好，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客家话是张蕊撩。张蕊撩在客家话的意思是再见。那我们一起念一念，张蕊撩，再见。张蕊撩，再见。张蕊撩，再见。下周呢，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客家话再分享给大家哦。大家张蕊撩。